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回来或者干嘛，有人要去赶嫂送个好东西，走了，很饭吃的，你要说呀，赶紧别说这什么呀，真的。渴望着在一起，可是我们的差距有着很大距离，只能故意骗自己，骗自己放下你。吴建祥，这人家在，在这，吴建祥，吴建了，吴建了，走，快点，吴建了，走。糊涂人，整个人生意差点给他妈开饭店。上哪啥人？我那时候车嘛，车掉胎了，下不去，就买牛奶。不是他那手艺，俺俩为啥整天肉在身上？再你们俩，这可没垫底，这纯肉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拿垫底，底下垫的有菜是吧？不管他，他自己吃啥自己拿。我吃了两碗有菜，有菠菜，有这葱花，豆腐，有水果。大前面可以快放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狮子边上有北上买肉那块儿，有小老板知道吗？这两三个月的话，咱俩有，咱们有个共同的。看着就是啥嘞？这其实不用来呀，看着了，弄来一串，咱嘴里咋能吃？哎呀，这玩意吃了了，还得再弄点面。吃啥？只搁那等流口水。完事，俺手伸手，咱吃就咱拉吧。不吃是不是都浪费了，是吧？嗯。都背那儿了。看这玩意还有个肉嘞。哈哈，肯定自己不吃。哎，我一点手吃点，吃点面条了，还得再吃一块肉。我说看出来了，胖。算。春兰。饿了。啊？啥味儿了？你赶紧呗，都吃完了就你自己了。哎，这些味儿，这些啥呀？吃完了啥味儿？他给我再扫地啊。你没问题，你该在家了，还怕啥呀？还。都是咱娘们儿啥了，啥玩意儿啥没得啥啥。娘们儿了，这今儿心情好，不念经。哎，今儿也是恁嫂子俺俩纪念日了。俺俩今儿个看结婚十周年。结婚十周年。今儿个呀？哎。哎，这么巧啊？那你今儿个看十周年？原来是因为这个要吃肉了。哎呀，我天呀！就这你父母干好点的，这样准备去浪漫浪漫的。那我俺女儿不走了啊，走了。你这种情况你不走，现在合适不合适？俺孩子准备不领，你不走，你得干恁娘了，在这。哈哈哈哈哈。吃的糖啊！哎呦，吃的来，这我摸的还大了，搁那摸的糖。好，你真可爱。好了，这饭吃够了，该坐着，我好好暖和暖和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我们的视频点点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咱看俺这空调吧，说俺家冷，俺家吃那都不通了。